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肉肉丝普拉肉汁，给你饱满多汁的小知识。丝普拉的三发兽至今差不多也使用了不少武器，同时也想将装备的碎片整理一下，重新放入一些想要的配装。但此时发现，我不知道该从哪个品牌下手，才能更有效的搜集自己想要的碎片。从二代开始，不同品牌的衣服出现的碎片几率就不一样。即使这次在鱿鱼圈3的 APP 中可以看到相较容易出现的碎片，但总不可能17个品牌都记得吧。今天肉肉就把所有品牌碎片的难易度和次冠更换 1.0 颗的消耗数量级、头部、衣服和鞋子独有的技能一并整理成表，提供给各位好朋友啊，让大家在搜集的过程轻轻松松、欢欢喜喜、开开心心。好了，废话不多说，大家赶快去下载来用吧。如果大家觉得影片不错，请给我们一个赞作为支持，分享你的留言及心得还有建议。丝普拉肉汁，给你饱满多汁的小知识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